念到这个永川大桥的这个王永川大师对着传统技艺贡献，是了王伟天之前特别教育的故居来挂上历史名人的牌匾，这嘛是台南市第29处挂牌名人故居。王永川来传承爸爸王世海目工师傅的技艺，1967年创立着永川工艺社，来这承袭着这庙宇新段新名制桥甲顶下的不易顶顶这物件。东门的这新桥制作技术包含用着榫卯甲插块方式，和每一顶的新桥人真像是艺术品。2010年，更加被市府定调是传统艺术的新桥制作保存者。而今天我特是表示讲，永川大桥已经变成台湾新桥重要品牌，相当感谢大师规世人为台湾的新桥制作技艺传承做出着真大贡献。桃李满天下，那造就了许多木工工艺，还有包括神教的这个工艺，不但有了这个宗教性的意义，在文化上，在工艺上更是无与伦比，无人出其右。那永川师傅，让人家很感佩的，就是说他专注的精神，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。总共大概，到目前为止做了400多座的神教。那我想台南市占了大多数了，但是也成就了台南市作为一个文化古都、宗教之都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。台南市主管局合并以来，针对艺术、文学、医疗、经济、宗教、技艺等等八大类的，人选择在因的故居来挂牌，表彰着因的付出甲贡献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